这个是要注意安全，像讲台中新生花开三年后，搁一届伫咧今年用小王子的玫瑰星球做主题，规个花插插插，看起来真迷人。那是赛车来行搭，买特别细腻，因为路边有真细条的水沟啊。礼拜日下晡，就一只轿车经过宜兴街和兴隆街时，正平挑前链，雄雄掉伫咧水沟啊。警察落尾派吊车来吊，真无简单，才把这台车吊起来。新社会海今年把小王子的玫瑰星球当作主题，打造玫瑰花大型艺术，为天顶翕的画面来看花海，实在真水。休假日上真侪人，不过人一个多，嘛开发生意外。相片内底一台黑色轿车，正面头前链塞落水沟内底，啊，倒边后壁链规个翘起来，规台车袂停袂动。警方接到通报了后，随赶去现场。敢若个人无法度把车扛起来，落尾警方叫拖车业者来斗三工，才总算把车吊起来，让游客当安全登去。以前是属于沟渠灌溉种苗场的水源灌溉区哈，所以这边四边的道路都不到四米，所以要会车的话哦，他民众会因为闪车不及哦，会经常不慎。掉落到水沟。警方讲，像这款的意外，大部分拢发生伫办花海活动的时阵，就是因为路细条，边啊有水沟啊。民众若是想要去新社看花海，上好会当坐交通车，避免对路草木色发生意外，甲伤花心情拍歹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